高级辅助飞行系统可帮助域 Mavic Air 主动绕行前方障碍物。 P 模式下，在图传界面打开高级辅助飞行功能开关，飞行器前行遇到障碍物时，只需前推扶阳杆，飞行器即可自动绕行。打开 APAS 开关后，请密切注意 APP 的提示，确认当前飞行器是否处于 APAS 工作模式。下一集我们将为您介绍域 Mavic Air 进阶拍摄功能。感谢您的观看。